我是东花慈堂的湾妈，我们今天来到传说中全台湾最好出货的地方，这个里是甲子园彰化旗舰店哦。然后我们分了两个，噔噔噔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湾妈煮，这个是湾爸煮，各500元。我们待会看看谁的出货量最大咯，走吧。我们一进门的右手边，这个超 Q 刮刮车就要各拿一台咯，带着它出门咯，来去夹娃娃咯。夹子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很贴心哦，这个机台上面会写难易度，这个就是一颗星，星星越少越简单，这上面还有写小孩就能轻松夹出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好紧张哦！哎呀，哇，真的出来了！金鲨一条10元，有没有好划算呢、啊？那我们要挑战两颗星，大人也可以轻松夹出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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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宝最爱的乌龟饼干，在 Seven 一包是69元哦。那一枚小泡芙，小孩最爱的棒棒糖，饮料，小孩最爱的小熊饼干，哦，爸爸妈妈最爱的金沙，奶茶，还有大包的玉米浓汤，薯条。噔噔，这边是挖大的哦，战利品非常可观。海苔、泡面、海苔、泡面，我爸超爱泡面的，大碗的哦。超大薯条、卡拉木柱，都是卡拉木柱饼干。小熊饼干超大的巨无霸，爆米花，甲子园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哦。你看看1000元可以夹这么多，又好玩又好夹，大家快来玩吧。